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包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Hello， 不是，我是小思啊。这个是没力气。今天这个因为疫情单元，所以我们做一些这个居家系列。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说，如果这个因为你都没有开车嘛，没有，为什么你不去学开车？因为我觉得在里面然后被包着很怕。我很喜欢骑机车，但是我很怕，就会觉得好像看不到周围的动态，然后感觉我好像是三包，完全不管别人，然后就直接开，然后感觉红绿灯也会忘记看。所以站在我的立场，为什么我不让你去考驾照？可能觉得太危险，危害到别人。对，我觉得很麻烦。然后万一我开车出去出什么状况，我要去救他，太累了，干脆不要学比较快。这是一个很溺爱小孩的一种说法哎。不过我觉得你做这件事对我没好处啊。没好处。有很多男生会觉得说，哎，女生如果开着车到处去做自己的事，都不会烦他。会吗？会啊，有男生会这样想啊。对啊，就是哎，考个驾照，对不对？女生就可以要购物，你要去哪里买菜啊、买衣服啊、要干嘛？你就啊，你就车开着他去就好。那我是不是很爽？其实以前有想过嘛，因为以前自己在做中古车生意的时候，想说哦，有时候要去牵车什么，如果你会开车就好。可是其实后来想一想，万一你来接我的路上，然后跟人家出车祸，我反而会更麻烦。所以后来。想想就算了，也就这样过了这么多年。所以今天我要这个站在我的立场，我要跟大家推荐，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社会新鲜人，或者是刚考到驾照，我先假设好，你去考驾照，然后我大概会给你25万的预算，然后我会想要推荐什么车来开。好啊，好。可是这个先说好，这是很主观的，好不好？这是我自己判断的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当然那个里面长得漂亮不漂亮，可爱不可爱，你们自己去想。那这是站在我的立场，我要找一台25万预算的车给你。我把它做了一个排名，我挑选了10台车，那我也有1台给你看。那不好，其实里面的几乎每一台车你都坐过了，有，可是你一定没有印象，所以我让你再看一次。那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，咚咚，大发，它叫做 Cilian， 它这个牌子在台湾现在目前已经没有代理商了。它是很可爱的，它很像一个小精灵。这个车呢，它就是感觉起来路上你很难看得到。今天讲的都是那种五门掀背车哦。可是我为什么会把它排在第4名？可能因为它数量已经很少。这样呢，它那个时候有 1300cc 跟 1500cc 的，可是在2010年以后，它一律就只剩下 1500cc。然后它的这个马力是103匹，扭力是13.5公斤米。今天如果要25万要买10辆，大概可以买2012年，也就大概9年车。它的那个油耗啊，平均是17.3。它虽然长得很特别，很可爱，可是因为这个已经台湾没有代理商了，所以你要修车就会比较麻烦。对，它的零件我觉得也不会太便宜。那那个车除了外形独特以外，比较没有什么觉得可以买的点。然后接下来我讲的是第9名，咚咚，法比亚。法比亚，法比亚怎么样？看起来好复古，可能车上好像会有发霉。你不能只看照片就断定一台车的味道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因为我坐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车，看到泰山的感觉，其他脚很臭。我不以置评。然后它的那个数据是这样，它当初它有1.2跟1.6 的版本啊，它1.2是有涡轮的，1.6是自然进气，大家可以买到2012年的法比亚，也就也是一样是9年车。它那时候它是有分2种变速箱，如果你1.6的是6速手自排，那如果它是1.2涡轮就是双离合器7速自手排，所以它就是所谓的 DSG， 所以1.2有涡轮就是觉得涡轮坏掉要修比较贵，然后 DSG 一直问题都比较多。有涡轮是。开比较快、我们要从这么基础开始讲，应该没有吧？然后再来就是1600cc 的，然后它的那个性能数据是105匹，然后15.6公斤米的扭力，然后它的平均油耗是12.7公里每公升，所以我会建议买的就是1.6的，因为它没有涡轮，然后它又是这传统的手自排的变速箱，所以它会比较耐用一点。但是相较之下，它的外形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喜欢，因为它大灯就看起来推推，然后它的水箱护罩看起来就觉得好像就像你讲，算稍微有点老气。外观还好，内装比较老气。其实大部分内装，因为像 Skoda 这个牌子，它都是捷克做，所以就是一直以来内装都会做的塑胶。可是其实这个价钱买到的车，大部分都是塑胶改装，所以你不用太挑剔。所以它新车是69.9万。哦，跟上一台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好，然后再来接第8名，咚咚。第8名是 Polo。
Polo 我知道，因为 Polo 其实有一个比较危险的是，它也是双离合器七速自手排，其实跟刚刚那个变速箱是一样，所以其实它变速箱还是存在一定的稳，它的性能数据是85匹马力，然后13.5公斤米扭力，然后平均的油耗是17.2，其实后面这几名都是安全比较相对，其实比较安全，因为它欧洲车嘛，可是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在维修，对，你后面维修的零件会比较贵，年纪到了，它那个小毛病就会比国产车来的多很多，所以我会把它排在比较后面，因为我们现在25万，然后如果要买这台车给你，我也不希望后面还要在那边一直在帮你修车，我只在外面说，哎，老公我掉家了，然后我要去救，不要买一台车然后带给自己的困扰。所以社会新鲜人也一样啊，他如果去买一台 Polo 发比啊，万一他在外面修理很贵，他薪水也不够付啊，所以我就把它排在蛮后面的名次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第七名，咚咚。福特的 Fiesta， 哦，这个你应该很常听到了吧？那 Fiesta 哦，25万的话，它刚好很尴尬，它会在大概2011年到2012年。然后它2011年的呢是这个进口的版本，进口就1400cc。然后呢，它比较好的是说它的气囊有5个，但是如果说你买2012年以后，它就是国产。国产的话呢，它的性能数据是122匹，15.1公斤米扭力。然后它那时候用的是 PS 的变速箱 ，Power Shift。那也是一个双离合器的六速的自排，有些人会说那开起来顿挫感比较重啊，其实跟刚刚讲的 DS 一样，它的损坏率还是会比一般的车来的高一点点，然后它的油耗平均是 16.2。 那你如果说买进口的版本的话，不要以为进口的跟国产虽然长得很像，可是其实零件不太一样，你如果买到2011年进口的版本的话，它的零件就会比较贵，咚咚。14年的 Co-Plus， 然后它是 CVT 的七速自手排， CVT 就是无段变速，无段变速就是你脚踏没有在换挡，就是像脚踏车一样一档骑到，然后它的性能数据是112匹的马力，然后75公斤米的扭力，然后平均的油耗是 18.9 公里 1499cc。 为什么它会排在第六名？因为它是最中规中矩，就是也没多好也多烂，就是很普通的一台车，修也 OK， 对，省油啊修啊什么都 OK。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在2015年以前 CVT 变速箱看起来有点不顺，就会听起来会那哦声音很大声，那之后它有做一些软硬体的更新之后，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，开起来就比较顺。那这也是一台很省油，然后很好照顾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拿来当一个代步车、买菜车错的一台车子。好，接下来第五名了，咚咚。March 为什么这么低？第五名算很高了呢。第五名就中规中矩啊。对啊，这中间的很高了，好不好？ March 要更高。March 很可爱，你看它的样子，屁股宽宽的，然后头圆圆，你看它的内装全部都是圆形的，有没有看到？眼睛也做得这样圆圆的，很可爱，很有灵性。大概就这样没了。好，讲一下数据哦。那时候它是四速自排，也是最传统、最好照顾，你不用管什么双离合器，也不用管什么什么什么无段变速都不用管，四速自排就是最最最传统，用最久，然后最不会坏，修最便宜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然后它是1498cc 自然进气的，然后它的马力是103匹，14公斤米的扭力，然后平均的油耗是15.6公里每公升。这个车当初有分几个款，第一个它有没有恒温空调，第二个它有没有 iKey， 大家就注意这两样就好了。那它最阳春的是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铝圈，还是铁圈，铁圈然后加一个盖子这样。铁圈会生锈？不是，铁圈是比较重，所以比较耗油，然后铝圈比较轻，比较耐用，铁圈比较容易变形。March 从1993年开始卖，一直卖了20几年之后呢才改款。那日本很早就改款了，台湾有休息一段时间，2012年才在台湾有新款的 March 上，可是人家日本已经卖到烂，可是呢他2012年上还是一样卖到现在还在卖，就是不死老妖精的概念。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的，因为他就真的就是有前车之鉴，已经开了那么久的这个车子，然后就代表说他很耐用，然后他品质很稳定，那外形就自己挑。那我觉得他的外形还蛮让我喜欢，所以我把它排第一。你喜欢小只猫？没有，我喜欢小只猫，我怎么跟你在一起？那你为什么喜欢 March？ 我觉得很可爱啊。在第四名，咚咚。Suzuki Swift 也是热门车诶。Swift 的话可以买到2008年的 Swift。为什么能买到2008？因为 Swift 很贵啊。因为太多人要吗？对啊， Swift 是很深得年轻人的喜爱。其实哦，你从今天的排名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如果25万可以买到它的年份是很旧的，就代表是市场接受度很高。可是今天我的排名是我自己心里的排名，不是市场的排名。那 Swift 的话，当初它是一个欧洲设计的车子，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那种欧日混血，有些地方有日本的那个
细腻度，可是有些地方又有欧洲的那种工艺水准在里面，所以也蛮多人喜欢。而且主要是它也是四速自排，所以说也很好照顾。然后它101匹马力，13.6公斤的扭力，然后呢，它平均油耗是15.8公里，然后1490cc 的。那它当时只有分两款，一种就是有 IK 跟没 IK， 大概就这两个而已。有一些还有所谓的什么 T3 大包，就是后面的保险杆有两支双出尾管，这样就是顶多就加个大包而已。其实那时候我在台湾觉得看起来还好，可是我去日本，我发现路上 Swift 超多。在台湾其实那时候是 Toyota 车比较，然后我就看到其实日本是 Swift 跟 Honda 的 Fit 比 Toyota 还多，所以台湾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它会有什么常见的问题？比如说它的冷气系统压缩机很容易年纪到就会出问题，水路要特别注意哦。有遇过这个蛮多的，就是它引擎会吃水，所以你一定要特别的定期保养，或是你要买这个车，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水路有没有照顾得很好，那你才不会回来要花一笔钱修引擎。大概就这样。好，那进入第三名了，咚咚。Honda Fit， Honda Fit 只能买到2009年左右，所以跟 Swift 其实差不多，就在12年的车子。这个你应该看过，这你坐过？跟 Corolla 像？没有吧？这个价钱的车都差不多是这样啊。然后它的空间在这一些车里面也算大，像刚刚 Swift 空间其实就偏小 ，Fiesta 的空间也是偏小，里面空间算大就是 Corolla 跟那个 Fit， 然后它空间真的很大，它的室内乘坐空间是最大，比 Corolla 还大。是哦。对，可是 Corolla 后车厢比较大，可以装饰品。嗯，可以装比较多。然后 Fit 比较没办法，可能要稍微折一下。进去没有跟你讨论放尸体的问题好吗？好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它的底盘比较好，你如果喜欢开快车的朋友，喜欢改装的朋友，这个车也很容易改，改装比较便宜，然后潜力也比较大，然后它的底盘原本就做得很好，然后妥善率也做得很好，所以这台车基本上已经接近无懈可击。哇！以一般人来说，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听到 Fit， 大家不会觉得那是一台很错的车。其实有些车会这样嘛，有些年轻人说开 Corolla， 哈哈哈，好像开家妈妈的车，我觉得好像 Toyota 比较像爸爸的感觉。Fit 啊，当时它只分两款，就是一种就是有没有方向盘啪啪啪啪啪换的手自排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没有手自排，就是一般的武术的自排，两个等级，然后你们可以去看。其实我基本上我是觉得没有差，就多一个方向盘换挡手自排，基本上我都已经要开台买菜车，我应该不需要在那啪啪啪换。那感觉好，不过有些年轻人可能会喜欢吧，因为他如果想要改装车，要飙车一下，就要用那个换挡降一下档这样。Fit 讲完，现在第二名，第二名的哎，咚咚。不败神车Yaris，Yaris大概可以买到2011年。哦，比较新，那这样 CP 值比较高哎。可它新车其实也不贵，新车59.9万而已。对啊。如果是顶级 G 版的话，那时候它有分几个版本，一版跟 G 版，然后 G 版还分大 G、小 G， 跟女孩子的胸部一样。哦，真的哎。对，一版的话就是椅子啊，里面是绒布椅。再来 G 版的小 G 跟大 G 都是皮椅。嗯。那小 G 跟大 G 差在哪里呢？差在有没有 IK 免钥匙启动。哦。对，就差这个而已。价钱还差很多。价钱其实没什么差别，只有一版跟 G 版有差而已。有没有 IK 其实对这种买菜车影响不大。大家买大 G 啊，越大越好。当然要买车况好，要买胸部大的。要买车况好，胸部大车况不好没有用啊。不然这样就看了就爽了。对对对，你是含着睡觉是不是？有差吗？不是我，是别人。你是要摸着睡觉啊，抱着睡觉？不可能啊，没差好不好？好，还是要车况好比较重要，要不然车况不好。你说就是品性要好。没有，我讲的是车。从头到尾都在讲车，好不好？他当时是这个四速自排，也是传统变速箱，1497cc， 然后109匹马力，跟14.4公斤扭力，平均油耗16.6公里，所有数据都很一般而已。可是它唯一的就是什么？妥善率高，好照顾，零件便宜，问题少，然后以后卖又有钱，所以这台车是非常非常放弃热情又经济的一台车。它既然那么好，竟然才排第二名。现在讲第一名的，小师心中第一名。第一名是什么车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，咚咚。马自达二 1.5 的，好，它长这样，然后里面也是这样圆圆的，因为那时候已经跟福特超分家了，所以它的那个设计感已经慢慢出来了。马自达二大概25万可以买到也是2010年左右的啦。然后呢，它那时候有分级的等级啊，有 Sport 就是16寸的铝圈，然后有没有免钥匙启动，跟15寸的铝圈，然后一般绒布座椅。它那时候这也是四速自排的车子，103匹马力，14公斤扭力，平均的油耗16.2，1498cc。好，然后我喜欢这个车，其实它的零件在所有车里面修起来，比较起来，虽然比那些欧洲车便宜，但是其实以这个国产车跟其他比，其实还是算贵一点的，因为它当时是日本进口。
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零件会比较贵，因为毕竟进口的东西零件也是进口，不过它会有一些复杂的零件、啊、那相对我觉得日本组装的东西它的细腻度稍微比较高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妥善率也还不错。那其实我最主要还是比较喜欢它外观跟内装的成色。我觉得如果你花25万要买一台车，你要直接觉得省钱省到底，那你就选第二名的亚旅斯。你如果去买实力用那种小精灵的话，路上很少没错，可是你可能会养得比较辛苦。所以呢，我最后我的第一名就给马自达二。那你喜欢日本妞？差不多。那你觉得马自达二如果给你开，你可以？它会就是说，你感觉会跟外面的世界隔离大，隔音还不错、啊。因为我记得 March 就不会，因为 March 就感觉好像在骑车的感觉。没那么惨啊，可是通常这种小车隔音本来就不会那么好啊。你对哪一台比较有印象？我对 Swift， 我觉得它是最可爱的。什么？挑了一台第四名的？对，因为没事啊，在车场上面这样走来走去晃晃，就是看到 Swift 那个 Swift， 就会觉得哇，这个真的很可爱，会多看一眼，会多看它。它灯这样细细方方长长的，这么好看？我没有在看它灯，我是在看它的屁股，然后还有整个这样的线条。它屁股也没怎样啊，可爱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事实证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男孩子选车选了一大堆，然后做了一大堆功课，然后挑一台车，女生是不要、啊，他还是想要他要的，好不好？大家就是这样，给大家参考。今天做这个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好不好？小师挑出来的十大25万可以买到的小先辈车的推荐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然后这个疫情片，疫情片听起来很像激情片之类的。对啊，很像我们两个在干嘛？对，疫情片、文艺片。好，他的第一名 Swift， 我是马二。对，我的第一名是 Swift， 因为我已经偷看他很久了，就等到考驾照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